好，我们开始好了哈。感谢主耶稣来到我们面前。那我们今天很高兴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。那要开始的时候呢，我要跟大家分享一段经文，罗马书第五章。我们既因信称义，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人与神相合。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在的这恩典中，并且要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。不单如此，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，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，忍耐生老练，老练生盼望，盼望不至于羞耻。因此我赐给我们的所赐给我们的圣灵，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。阿们吗？阿们。那我们现在邀请大家再一起来跟我们一起唱这首诗歌，你是卑微尊贵尊贵，是伤心
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，从今始直到永远，从日出之际到日落之处，耶和华的名